那肯定就是他的事儿啊，这就完蛋了。这个东西不是黑烟，这个东西已经不起作用了，它已经废掉了。它是干什么？它就是调节废气，把这个多余的废气要进到涡轮增压里面去，然后给汽车增加动力。所以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知道吗 ？OK， 不知道。它是有这个配件标志的，有配件编码编号，这个上面啥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是一个，是一个等外品，或者是一个小厂的东西。哦哦，过来，原装的吗？对啊，这是原厂的配件，垫片、油封，这个都不一样，都不一样。装试试。这个就完蛋了，这个先放着。小手链，能看到吗？嗯，哎呦，全是。大湾区国家公园位于美丽的德克萨斯州的西南部，是德克萨斯州最大的国家公园。公园与墨西哥接壤，只有一河之隔，以河中心为国界。这条河在美国称为格兰德河。这条河在公园里几乎转了90度的弯，所以大湾区国家公园因此而得名。公园内大部分面积属于奇瓦瓦荒漠，而格兰德河流过的地方则是绿洲和峡谷。另外，公园中央有一座高山，是一个火山的盆地，算是落基山脉的一条余脉。因此，对于大湾区国家公园来说，是荒漠、峡谷、绿洲和高山的巧妙综合体。公园里还可以放。那边的水是饮用水，那边水。Drinking water。对。可以，还可以 dump 国家公园里。Drinking water only。Only。Is safe to drinking. 不错不错。哪有水龙头呀？那就是吗？这个是开过的。你刚才用那个水，哎呀，果然管理水不好了。我们刚才已经经过了大湾区国家公园的游客中心，但是呢，它这个游客中心关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没有获得相关的信息。我们从墙上照了一张地图，那就慢慢往前走。走走看看吧，到时候再做进一步的决定。出
出来了之后呢，进入大湾区国家公园，一直都是这样的，这个比较广阔的，山和不能够生长做农作物的这样的土地，大片大片的也望不到头，反正也没有人住，没有人这个地方。这是另外一个游客中心，看来这边有很多人。在这个游客中心，现在搞清楚了啊，我们将要去32公里之外的一个温泉，去那里看一看。然后呢，我们应该今天晚上在那边露营，我看到那边有露营地，但是不是野营不知道，只是看到有露营地的标志。我想呢，要，因为是国家公园的营地嘛，去尝试一下。这就是国家公园的一个营地，但是我们进来了之后呢，所有的不接受先到先得。这个房车营地啊，非常非常漂亮。你现在预定也不一定，很舒服。按照谷歌地图上标注了一个野营地，来找寻这个地方，我们看看能不能有惊喜的收获。回头分享给朋友们。哇，我用了几个网站也没有找到这个，我是在地图上偶然发现了一个野营地，在美国跟墨西哥的边境的河叫劳伦斯河，就在河边呀，就卡着这个河边呀。这个我一定要分享给朋友们，这个地方太棒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然环境。从柏油路下来之后，大概有4公里的这个沙石土路，我感觉走起来也还可以吧，挺好的，真不错。我们现在把这个车啊，已经停在这个河边了，停在这个河边，然后来河上看一看，挺棒的。你看这个地方倒有多美啊，朋友们。这个河很窄，大概。我估计也就是二十多米宽，就这个，但是它这个自然景色太漂亮，非常美。这个坐在房车里头，看着外面，从温度。从环境上还是非常，真是太舒服了。这个地方，这个它安静啊，因为什么都没有。安静。但是看到外边有很多，地上有很多这个，像马粪，好像是野马、野驴这样的粪便，就比较。感觉比较好，它是一个纯大自然的一个，因为它好在它，因为它卡着河嘛，所以很多芦苇啊、植被，都在这个地方，就是你就感觉非常舒适。其实这个地方呢是要破蜜的，国家公园的这个破蜜，10块钱的破蜜。任何地方露营都对，在整个国家公园内部都可以。这个叫格兰德河，我刚才说错了，我说是劳伦斯河，就记不住这些名字。这叫格兰德河，是美墨
边境的一条这个界限河。这个老美呀，他在中国工作了3年，两口子带着两个女儿，现在在旅行。他正在调酒，调这种。这个是就是金戒指。啊。就是喝这个酒凉的。他把这个酒调在一起。啊，我们今天有幸跟这个美国的这个朋友在一起。So, tequila. Yeah. From Mexico, Mexico.、Oh, yes. Mexico. 这是墨西哥的一种白酒。Just a little. A little bit.这个老弟他在中国工作了3年，对中国有非常浓厚的感情。Ginger soda or ginger soda. It's soda, not beer, but not beer. Yeah, yeah. Soda. 是一种饮料，就是苏打水的一种饮料。混合。加上冰块，混合在一起去调这个白酒。嗯。Okay.Cheers. Cheers. All right. Exactly. Cheers. Cheers. The drinks. 哇，这个孩子们在这个空旷的场地上在玩耍，真是太舒服。这个美国的孩子们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下太爽。So, for that one.Do you like this? Yes. And can you come over and say your name? I'm Penelope. Oh. Oh, so beautiful. How many grade? I'm in fifth grade. Third. So how old are you?I'm 10. 一个五年级，一个 eight, 啊， yeah. 啊，八岁的十岁啊，一个五年级，一个三年级，对、嗯、耶，嗯。Hey Max, should I put that ice bag? 他这个方案真是好，这个方案好，这个方案太神奇了，非常好。And 这个太神奇了。这个， we can talk. 我告诉你。We can talk. Yeah. Yeah. So that's important. 他从这个地方 yeah, yeah. 贯通，是用什么贯通的呢？他是用了一个轮胎。充气的内胎，哎 ，very good。It's hard。这个方案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但是要找这样的过去的老的内胎还是要费一点功夫的。他们的这个标配就是皮卡车呢，拖了一个 camper， 然后呢。带了四辆自行车 ，one two three four， 带了四辆自行车，然后就是在这个美国的这种广阔的天地下，这样带着孩子去这样玩，我觉得这个给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
汉堡。嗯，这是自制的中式汉堡，自己烙的小饼，加上火腿肉，嗯，鸡蛋 ，cheese， 太棒了。昨天在这里面这个地方露营，是这几天睡得最好的一天，因为太安静了，非常非常安静，什么都听不到。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大湾区的公园里头再走一走，然后还是希望晚上在类似于这种营地的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公园的西南角，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在那个地方露营，看我们的运气。这是大湾区国家公园的一个峡谷的景点可能需要下来走一些走几步才能看到景色，或者是才能下到峡谷的下面。这是制作人。对啊，这是手工编的。No, it's donations in there. I'm afraid they're going to lose their. There. Let's do that for him. Oh, it's just a. Oh, 他已经标上价格了。Yeah, it's right here. 你要买的话，把钱扔进去就行了。哦，这是卖的。哦。So special. It is very special, isn't it? Yeah. You want two, babe? We'll put a 20 in there. Okay. I was going to pay for theirs, but. Yeah, we got. I still want a roadrunner too. 这是前香。嗯，前香。对啊，这编的红蚂蚁，手工编的，铜条、铜丝编的。10块钱一个。嗯。10块钱，10到1。这是他们挂在这个路边卖的。印第安人。手绣的围裙嘛，好像。嗯。绣的也很漂亮，颜色也非常鲜艳。嗯，这据说是印第安人，但是不知道。它是点的小洞。这个拾阶而上。它是木头的。木头的这个拾阶，我现在感觉上的有点费劲，就是最近一直活动的少。到处都是那马队。啊，我背后的这个。是当地的印第安人，他牵了一匹马，带了一个狗，然后他在这里，对，就是摆放的那些小的制作品，就是顺这里一直走到峡谷的底部。这边有很多马，是野马。都不是很大对，这个据昨天那个美国朋友讲，他碰到了4个白色的马在这里，非常漂亮。啊，这有三匹。这还哎呦，人家还有好多马。这个地方非常有特色。
这要去这个盆地啊，这什么盆地啊？啊，这个景点人是最多的。他在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做了车辆的限制，就是进去一个，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因为现在是圣诞新年的假期，工作人员介绍现在是人最多最多的时候，哈哈，我们也凑了一个热闹。这个什么样的机器，它是干什么用的搞不清楚，铸铁的挺大的。这是一个燃气的车在路上跑的，要不就是一个农机，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反正它有要烧。刚才看了一下，是棉花的，基于棉花加工的这样的机械设备。还是那条河吗？对啊，这还是那条河。对面的山就是墨西哥。对，这是，这就断流了嘛，这有很多地方就断流了，你看这个地方直接就可以走过去了。有个石头剪吗？是。这对于这个台就压的是。
这过去明显是一个建筑，它有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个荒野里头。看地面就知道，是把石头捡起来之后铺砌的这么一片，场地。这是人工铺砌的。长期在野外露营呢，根本体会不到。这个我们这几天一直在野外露营，这个感觉到太爽了，非常的爽了。这个主要的原因啊，就是它都是非常非常空旷的野外，没有任何的东西。你唯一能够看到的是，早上的日出，下午的晚霞。还有这一望无际的这个像山峦呀、像戈壁呀、像沙地呀、像类似于这些，所以你的内心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只要房车上有水，然后有燃气，汽车里头加满汽油，你就尽情的在大自然中挥洒，所以这种感受真是太微妙了。美墨边境的这个河啊，其实已经很多地方就干枯了，然后断流了。现在早上刚出来，照在这个墨西哥的这个岩壁上，真是漂亮。非常漂亮的壮观。像这种地方对于美国来讲都是一些资源上的宝库啊，因为这边都有非常多的矿没有开采。你看地上红红绿绿的，你就知道这里面矿藏非常丰富。前面这一段路你看它就是一个两岔路，就是左边很高右边很低，这样的话车的这种倾斜度很大。其实这种跨这个田埂类似于这种路， B 型车跟 C 型车几乎就没有办法通过。就是这种路况比较原始一些，像这种地方就下雨的时候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地方河里头有水，就要涉水了。不过一般的情况下这种涉水也没有什么难度，因为它这个河床比较老，底下全是石头，都是沙石，所以也不可能现车的。看原住民的这个住处就是这样的，就是搭的这种土棚，周边是用石头
垒起来的这个墙，然后他们就生活在这里面。总共有一米高吧，一米多高。那个石头跟石头之间是用这种泥巴来粘的，但是这个它这个用的上面是用的藤条啊，嗯，还用上有铁丝。这老头啊，他1947年还在这里生活了。就是一种果实嘛，你摘一个，你摘一个看能不能吃。是一种浆果。这个大湾区国家公园里头有大概有20公里这样的错板路。这个错板路啊，这个还是比较艰难的，其实就是从地图上的最西国家公园的最西南角这个地方，一直从这里一直到118，跟118接上之后，它这个路才变好。这一段路总共是21公里，基本上都是错板，有大概4到5段的涉水路段。这个涉水路段的这个底下底盘，底下的石头比较大，小车的话可能会卡底盘，这个可能需要注意。但是你要是走这个环形，如果要是原路再绕回去又太远，所以它是比较尴尬的一段路，需要你绕从哪绕？你绕从红线绕啊，红线都是柏油路啊，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终于走出来了啊，在我的左前方的有50米，就是大湾区国家公园的最西的入口。我们从这边出去，然后呢，沿着118往外走，就整个走出去了。根据这3天2夜，在大湾区国家公园的感受，这个地方呢，景色一般，不是特别怎么样。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定的这种旷野的这种环境，给人家的感觉就，如果要结合着野营的这个内容来考量的话，还是可以打一个80分到85分的。但是有几点是需要注意的，就一个呢是刚才我讲的那个路段，那个烂路，小车要避开的话，可能是要考虑的。第二个呢，这里头太大了，要走大概有200多公里，需要很多的这种油，所以这个油料要储备好。我看有很多人带着油桶，当然里面也有加油站了，里面加油站的油我估计会非常非常的贵。水不用储备，因为它大概里面有4到5个游客服务中心，在游客服务中心都可以加到非常好的水。基本上呢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要想野营，它这里头有2个房车营地可以选择。野营的话呢，大概有7、8、10来个野营的地点，但是呢需要取得这个许可，在服务中心购买许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大湾区国家公园就结束了，胜利结束。在网上预定。